红玫瑰。一个萝卜定终身，你我不打不相识，他们却双戴花套结成亲啊。你可真会瞎胡闹，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。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。阮妈妈你听我话，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，先说李家一枝花。
咱们那门饭早就应该走，还得等半天，磨磨蹭蹭蹭蹭磨磨，没有个完没有个完，我实在的烦啊啊啊啊啊。爹，咱们走吧。慢着，回来。月娥，你也老大不小，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，要做到行不动拳，笑不露齿，像个女孩子样，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。于结账，李茂林，帅气王氏，女月娥前来拜寿，恭喜恭喜，不喜不喜，结请结账，请坐，哦，请坐，兄弟弟妹请坐，尊请来了。见过你姑父姑母，参拜姑父姑母。哟，这孩子可真长出息喽！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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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燕儿，见过你舅父舅母。是，参拜舅父舅母。罢了，尊亲，见过你表姐。是。参拜表姐，表弟。胜利越长越俊俏的多了啊。儿家尊你拜寿，顺受你了。众二位大人，寿比南山更寸金，福如文质彬彬，谦恭有礼。他是谁？乃是我嫡父的外男贾尊英，在此接官读书。尊英，见过李家姑父姑母。参见姑父姑母。罢了罢了罢 了。这孩子不坏了。嗯，尊英。少时如戏，要陪你离家姑父姑母多饮几杯。儿孙弟，宴请。局长，局长，兄弟弟妹请。请。